要个靓仔来拍这个，就是有一个啊，怎么？这个要个靓仔来拍照吗？客人啊？我说你不是要个靓仔来拍照吗？样板，这不就是样板吗？就是这个机器。你说的样板，我不知道是哪个样板。哪个老师？哪个把这个挂挂上了？我说怎么不一样呢？好麻烦你。干嘛去了？啊？